什么？那个脚踢的，刚才留的时间不够啊，控制的不够停顿。周是武，刘宇是跳，刘宇是张，张是尺。好，啊，我看到了。小声点，小声点，背他。哇塞，这太快了，这么快。醉卧沙场，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有。哎呀，我下。家园不要下场。是谁到谁的身旁人先。五指，五指，是不是那个指？脚趾的指。五指跳，五指跳，五指指指指，脚趾的指。一二三四五，脚趾的指。哇哇！后面有观众在向你们挥手看一眼，转身挥手。自信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比啊？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再给大家看一次的机会啊，最后一次，再给你们看一下，那就柯宇和佳媛吧。那他们两个斗鸡行不行？斗鸡，斗鸡，斗鸡。然后那只脚斗鸡，把那个有字儿的那个，哎呀妈呀，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等一下，再晃一下，再晃一下。干嘛呀？都没走，放水。好，不用玩了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。都放到了。最强外援是林墨、尹浩宇，红队的是刘宇、博远。我们俩不捡裤子了，我们俩专门负责骚扰他们，然后你们俩拿裤子运球，好吧？行，好，行。我手塔上推偷他们，好，激动来，好吧？那得两个人。哎，推我，推我！哎呀，他干扰我俩。喂，裤子，裤子，裤子！哎，喂，裤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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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哇！好样的，博远！好样的！裤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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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裤子！你不要过来！那条腿，那条腿，跑！一、一、跳！快，裤子，裤子！你穿，把那个腿穿上，把那个腿穿上。准备，加油！加油！
董德征，帮帮帮的！好，扳回一分，加油！各位准备，来了啊！加油，加油！走走走！铲球，铲球！没事没事，铲球，铲球，铲球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谁？扳回两局，这个球我们不能算。石头剪刀布，你输了就算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算。哎，谢谢王老师，还敢说算就算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谢谢。来来，给他们加油，来，威神威，威神威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全靠你了。开始。哎呀哎呀哎呀 KO 哎呀哎呀，对，棒棒棒棒，这才是好兄弟，好兄弟。对了，哇，这内力好强劲啊，这个姑娘。开始，巧劲儿，三圈，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小心小心小心！俩人跳上舞了，跳上舞，跳上舞了。海底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俩人跳上舞了，跳上舞，跳上舞了，跳上舞了，跳上舞了。啊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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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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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稳了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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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自己转下去了，这是肖军老师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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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，预备，开始！加油 ，Henry！ 加油！没关系，你可以。哈哈哈哈！为什么要这样？飞他，飞他，飞他！我这姑娘太，哎呦，都玩出武术来了，都玩出武术来了。Take off！ 我哟，好厉害！你怎么了？这是没事吧？这什么姿势？怼他，怼他，怼他！为什么还有武术？为什么还有武术？拽！哎呀！竖着打还行，我你过线了，你过线了。啊！这女孩摔倒了，说：“我准备离开。”她没掉，她下去了，她去，她下去了，所以她赢了，所以她赢了，所以她赢了。哇！这样没有，躺在板凳上也躺在板凳上也可以，这叫躺赢。躺赢了！哇！这叫还是女人厉害，女人厉害！我来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呼呼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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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有开始吗？不是，到哪儿了？有开始吗？我刚才这我也指挥对这首歌不太熟哎。周正南请上场。
们的啊。好，来。哇！开始。哇哇哇！哇哇哇！慢一点，慢点，不着急。这里稳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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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住，稳住。这里好吗 ？OK 了。对对对对对。要滑下，要滑下，要滑下，要滑下。要腿，哇！哇！你的腿，哇！不怕，好吗？直走，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太帅了吧！现在大家怎么都这么厉害？还有两步，别着急，还有两步。好，到了，来，邱正楠挑战成功，而且花式最长。哇，你怎么这么轻松啊？额头宽吧，可能。布一下结果，第一名是楠楠，第二名是娜娜，第三名是海涛，第四名是何老师。何老师快走后台去了。楠楠好快哦，我一转完我摸到边了。对啊，然后你就往那边，是不是？你特别像那种扫地机器人。哇哦 ！Oh my god！ 首先感谢毛毛老师帮我们缓解了这个尴尬啊。好，来鞠躬。有意思。有。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！其实也不用感谢，都是导演安排好的。别这么实诚，还没到笑点呢，哥。对不起，笑早了，笑早了，笑早了。谢谢捧场，谢谢捧场，谢谢捧场。那先做个自我介绍吧，我呢是来自哇唧唧哇代表队的 Rise 翟潇闻。我呢是来自哇唧唧哇代表队的 Rise 张延奇。那我们今天哥俩给大家讲一段相声，得吧？这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，得吧？首先这说就不容易，得吧？你怎么老得吧得吧得吧？你是个复读机吗？那我该说什么呢？你是捧哏，我是逗哏，你得捧我，知道吗？我凭什么？显得我很优越。我凭什么捧你？你有什么本事我就要捧你啊？我全能。说来听听，比如。比如我看剧特别快，在家一天我没事儿，一天憋完一部剧。哦，这个是绝活，直接憋完。绝活啊，各位，这一口气能憋那么久，像王八一样在水里。什么玩意儿就王八了呢？这像话吗？一口气，我这不早憋死了？那一脚气呢？一口气。对，脚气和口气味儿不一样。好了好了，咱先不讨论这个味儿的问题，好吧？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味儿的问题。有味儿，有味儿，有味儿了。是，那你一口气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口气就是形容聪明，脑子转得快，啪啪啪啪，特别聪明，看得快，记忆能力强，聪明。看得快没用啊，现在你剧得看得多。不是跟您吹啊，叫得出名的剧我都看过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跟你说，最近特别火那个什么东升那个叫啊。隐镇的角落你看过没？隐镇的角落，那个角落特别刺激。哎，干嘛呢？你看什么呢？我有点尹正老师的角落我没看过，但是我刚才看了你的角落，你的角落。啊！什么我的角落？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考您个题吧。行，首字母缩写，然后让你猜意思。T Y C H 什么意思 ？T Y C H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陈赫老师在那坐着呢吗？太阳陈赫，太阳陈赫。哦，这太简单了，椭圆陈赫，椭圆陈赫。说啥叫椭圆陈赫呢？你这刚你说完尹正老师说陈赫老师人生气了，不是椭圆陈赫吗？太阳川河，这么大公司你没听过呀？你这本是坑我的呀？咋了？他写的台本啊？那你说的，陈赫老师他说的，你可听见了？说就是我说的，他说的。那我给你写了，你就要说吗？你可以不说呀，你就是故意为了得罪人家。
你这题都太歪了出的。那咋的？给你来个正点的。来个正经点考文化的，好吧？考文化。问一个，三个水念什么？三个水念秒。哦，俩木念啥呢？更简单了，林。森林的林你都知道，谁不能谁能不知道呢？那一个我呢？一个我念什么？一个你啊，是什么？告诉你吗？告诉我，听听。一个我是快乐家族接班人。我去你的吧！好，谢谢大家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的。不经意的小表情，来了来了，甩头甩头甩头，来，精神小伙。抓啥抓啥呢？还还，还有小小小伙小伙小伙，小伙，抓小伙，何老师精神小伙，可以的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哎，变换走位，欣姐欣姐。来，云手云手八五七八五七，哎，让我们看看各位云手走起，哇，从没见过这么慌乱的，舞台事故，事故事故，而且每个人都在望对方，却在对方那里找不到答案。请问你们的团魂在哪里？我们的团魂就是在彼此眼中找答案，哪怕没有答案，也要盯住对方的眼睛。哎，欣姐，欣姐。哎，我说句实在话，整体真的全部都盯住了那个节奏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个人觉得在及格线以上了， yes. 特别是我本人，这好有意思。精神小伙，楠楠跳的可以的，楠楠肯定，楠楠你再教我一下，我又一步不忘。哇，来，精神小伙，嘿。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嘿！